一起打一个就可以了。在旁边餐厅。你在旁边餐厅哪里啊？学生餐厅是不是？哪里？团团在中间，团团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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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找我啊！打架起，打起来了！打起来了！哦、哎，你们打起来了！巧克力，巧克力！哇，杰克怎么了？哇，你们这血力打你！打你！那哈基，哈基打哈，哈基打哈，哈基打哈，后面。我打巧克力，打哈哈，杰克，杰克也两票。啊！什么鬼啊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彤彤不要被撞到！彤彤不要被撞到！哎呦哎呦！不是，这个结局也太奇怪了吧？其实那个武器要 1.8 还是正常打，我还是不知道哎、欸。我刚是 1.8 打啊，我刚也是看你 1.8 就跟你 1.8 哦，应该是 1.8 因为他那个是计算灰级吧，这、哦、是伤害。团团小心，团团哎呦，剩下你了，团团小心。好，拼命跑，有本事晚上来 PK 啊！晚上 PK 打不了，我没有武器。团团快跑，手肘碰不到的来找你了。我来了，你来了，好伙伴一起玩。哪里啊？哇！跑掉了，跑掉了，跑掉了。可是团团，你要能够赢，就要用白天的时候打死。是啊，只有白天才有办法。看白天谁先打死。现在这是 PVP 了。对啊，PVP 游戏了。发报。PVP 的时间喽。PVP。晚上结束了，躲到晚上，你可以躲到晚上。好，早上，早上，早上，天亮了，在哪里呢？他觉得狼人还是好强，我觉得魔方面对啊，这很强哎。反正狼人死之前可以带人哎。你知道每天都有狼王吗？天国去吧。你打死一个人，晚上还会死一个哎。他会换吧？我第一天的时候是狼王，好像是会换人。第一天的时候是我。嗯哦，现在是我，因为只剩你了，只剩你啦。哦，不是啊，这就是躲猫猫游戏啊。对啊，很难找啊，你很难找，很难找、啊。如果只剩两个人，或是人比较少的话，就是之后就是白天就飘，就传送到中间了。加油加油，预言家加油！砍死！连续两场啊！好扯，太扯了，太扯了！我们这么棒棒的，有那个了，手肘碰得到有差啦！原来是，而且这场没有女巫哎、欸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狼多哎，对，村民多射一个了，村民多射一个，嗯啊，可是还是觉得狼很强、欸，对吧？所以等一下呢，村民就只会有一个哦、喔，好。三个狼，好一个猎人，一个预言家，一个女巫，两个忍者，一个村民。好，来来来喽！哎哎哎！谁打我？有人挥刀，等下有人挥刀，有人挥刀，我不管了，你们完蛋了，你们！我不管了，出现了，快跑啊！反正你重要职业吗？我现在看不到啊。有啦，我是村民，哇，完了，你们要死一个强神了。你干嘛？你为什么要一直跟我？我要看你是不是坏人。哇，你才是坏人！你把哈基，你打哈基，你打哈基，你打哈基，拜托你，拜托你。哎，你再打一下，他就是好人，他打一下好人，太高了。那样样，对不起了，过来。小玉，你是什么人？干嘛？干嘛了？我是猎，我不是，我是忍者。猎人，等一下，我刚说的啦，我是忍者。好，感觉怪怪的，小雨，小雨怪怪的。哎，等一下，两个互杀，哇！我的妈！因为我先打死他，然后我就变票数最高的了。啊，你是什么职业啊？我是狼人呐、啊！耶、yeah! ！你看，猎人带一个走了，对不对？小心哦，外面有狼人要去找你。有，我看到了。然后有一栋房子里，不要了！哎呀哎呀，我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什么？好、啊、死了！哎、欸，好、啊、完了！大姐姐，我们的女巫死了！哇，完了！我刚刚有看到她对我弄出那个药水，白天的时候。对啊，所以预言家是谁？
远交可以跳啦。谁是远交？我不是。等一下哦，我看看他。哎，哦，团团是忍者啊。对，我是忍者。怕怕。嗯，那是谁啊？我的妈！那是谁呢？小雨。啊？小雨又不是，小雨又不是。小雨，小雨也。哦。他说他是忍者啦。小雨是吧？是忍者啦。你们之中有人在说谎，忍者啦，有人说谎，有人说谎，说谎是谁啊？巧克力，你刚刚从哪边来的啊？雪那边啊，泱泱的，哎、欸，不行，他死了。刚刚有人听到泱泱，他直接是什么吗？他说他是狼人啊，他是狼人啊。哎、欸，我就说你，说你是刚刚从那边的屋子来的吗？那里啊。那里，那你就是狼啦。我刚看到那边有两个人，一个人把他杀掉啦，就是你啦。票他，票他，是不是你？我早就走了，就是你啊！票起来了，票起来了，就是你啊！砍他小雨，砍巧克力，砍巧克力，小雨，巧克力，小雨，好，小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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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团团才团团，团团完了完了，谢谢杰克，谢谢杰克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谢谢杰克，谢谢杰克，我是谁啊？小雨是狼啦，小雨刚刚还在犹豫，小雨是狼。小雨说他是忍者，可是团团是在我旁边是正常。我是忍者，我真的是忍者啊。剩下的狼可以杀三个人了。嗯，那雨，我觉得狼人真的不容易啊。我验了杰瑞是村民。对，所以来来来，你们来中间，我让你们看，我真的是忍者。来，不要，我要白天，我要白天再看，我要白天再看。好，哎，白天不能看了。哎，不是，等下杰克，哎，等下杰克是狼，杰克是狼，杰克在我后面变身了，怎么了？杰克在后面变身了，别隐形啊！杰克是狼，你别隐形啊！哇，色狼，你打我干嘛啦？那个白天就结束，他那个团团就死了。果然是白狼啊！白狼来了，哎，找杰克，找杰克，杰克来，杰克来，找到自己的身份，你还是没用啊！杰克在哪里？在雪屋那边，我刚看到他，雪屋，雪屋。杰克，这个狼人是？没有，我想说，到底是谁是啊？好，先解决一个人好了。杰克，哎，我还想说小雨应该是伙伴，因为刚刚的确小雨看起来蛮像巧克力伙伴啊。哎，我没看我只是逃走了。杰克，嗨，杰克，哎，应该杰克有砍到杰克了。啊，砍到杰克现在最高，不行啦，人太多了啦，杰克有啊。亏我一开始就把女巫带走了。哇，巧克力超级容易当狼，好猛哦！所以女巫晚上就没有那个毒药，是不是？女巫走白天，女巫走白天有，然后晚上的时候药会被收走。哦，所以一定要趁那个晚上的时候去找女巫。对，阿进，你先露出你的药了，我就坏人。我觉得等一下狼可以。假跳一下那个，悍跳一下预言家，不然预言家一个出来直接保身份，或者是再说一个人是狼，那就很难玩了。这是真的。对，哎，团团来来，我们一起跳。报名式有没有？可能还是要悍跳一下身份哦。大家要当混乱邪恶啦。不是，我问一下，刚刚谁先砍到我的？哦，我啊。还想乱挥拳？没有，你听我解释。他进去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你没有隐形，嗯，真的假的？所以我的视角就直接看到你，然后所以就直接挥你，然后就走了。然后我是刚刚看到泱泱经过，我才刚讲泱泱对不起，借我挥一下，然后这两个就打起来了。我想说我是狼，我随便被人打。哎，只是巧克力，我突然想到，哎，你说要悍跳，可是他这个的预言家是直接知道职业，这样好难悍跳。对啊，对啊，嗯，因为是职业，而不是好坏。哦，对，还是预言超级难悍跳，万一悍跳出来的，大家就啊，还是我们预言家就讲说是好人坏人就好了，嗯，口头讲就好了，不要讲职业。哦，也是。那就等一下，如果你是真预言家，你验人你也只能说好人或坏人。OK， 只能讲说他的职业是什么。好，但是你的技能还是可以去秀出来。好，嗯，好。哎呦，那就更刺激喽。好，哎呦，
我是好人，不要打我。你这换人命了。不要谁了？为什么又是丫丫？巧克力。游戏体验呢？我在不对旁边啊。我觉得是哈基，哈基过来。巧克力旁边。我是预言家。哈基。你可能跳预言家，你是白天只都跳哎、欸，要第二天跳才有用哎、欸。我掉头二号、三号，啊死了我就死了。你在玩别的游戏吧？玩错了哦，哈基。哎，我是预言家。那你给我验一下嘛，反正我都要死了。你女巫啊？杨你也才是预言家吗？杨女巫吧。啊？待会就要死了。你就丢他，你随便丢一个人毒啊。直接丢他。你找不到人丢，完了，好坏啊！大家都开场没有打人，一开场没有打人是怎样？这是一开始爆点狂案，这不会是爆点啊？哦呦，太可怕了！哎呀，现在只有哈基说自己是那个嘛，预言家，哈基是说是预言家嘛？他是狼，我跟你讲，我才是预言家，哈基是狼。没有话要说。没有，我想说我们要有礼貌，要先让先讲话的人先讲。那你可以用发光吗？我可以用发光吗？刚刚用过了，你刚没看到吗？刚有发光啊。啊，你用过发光了是不是？用过了。啊，你用过发光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跳他，跳他，跳他，跳他。哈哈，你又发光了，哈基懂了，哈基好爽啊，太爽了吧！你被偷出货来了哦，太爽了，狼了可以了，这狼发光，这狼发光，你不行就是啊，我想到之前那个的白痴了，哈哈，他又发光了，很好嘞，天的狼。大家来找本团，来来来找我，来叮咚鸡，来来来，我马上等你带小黑鸡了啦，大家都抬起来，都抬起来，肚子好痛，那个中间的那个旁边的民宿，快打下去！快我先用发光啊！走开！差一点，差一点！快逃！你不要走！不要！预言家怎么办？预言家！预言家！报复！你别走！你别离开我！我被包围了！我开过眼了！啊！我用过了。哎，我看到杰瑞了，我看到杰瑞了。啊！不要不要！这里！可是杰瑞，白天的票他，票他，好，票他，白天也可以票他。杰瑞，请活动，我们可以帮你。快集合，集合！我活了，活了，活了！救我！快跑，快跑！在哪？快跑！拿起你的剑！我分不清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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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打票他就对票他就对打起来吧，就打起来吧。哦，打他！快去帮他！不要！用可能！帮他！谁加票？他自己！预言家满！不行！多起来！不行！刚刚应该留哈基，我不该再杀他了。太猛了！
这模式好混乱啊！这模式打的啊！我觉得那个票人剑大概只能一刀啦，太多刀就一刀就消失，有没有？对啊，一刀消失，直接把人家砍死，直接把人家砍死谁啊？这是连砍好几个模式吧？报名的玩法啊，报名，我有很多票。可是你看，我刚刚跟繁星杀了两个人，可是就变我最高票。嗯，对啊，所以刚刚哈记我那是最后不能再砍他了啊！我要再赌一下输了。狼人到现在都还没赢过哎！我刚刚没有游戏体验呢，知道吗？不是哈记，你刚刚怎么爬到地方啊？我找了你两天呢、欸。我在房子外。我知道啊。玻璃外面啊、欸欸、早上杀的人比晚上还要多对啊，狼人晚上其实很难杀的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他的武器要砍好几刀、哦、嗯，这样子